然后从头反复。时注意模仿指法的变换和节奏的处理。好的，让我们再以正常速度弹奏这一句。弹奏一下第二句，攒勾一弦挑三弦，勾一弦挑三弦，勾替一弦少息，勾三四五六弦，立四弦三弦，搓一弦三弦。好的，弦三弦，搓一弦三弦。
右手指法之轮指。今天我们来学习右手指法中的轮指。首先，我们来认识一下轮指的简字体符号。繁体字轮字的简化即是代表轮指。请看轮指的弹奏要点，在同一条弦上，摘踢条依次向归的方向弹出，连得三声。弹奏时，名指、中指、食指并齐夹紧，屈曲手指依次弹出，指尖贴风着弦，稍微转动手腕，有一个由内向外的自然弧度。注意力度要均匀干脆，不要有杂音，每根手指独立灵活，声音须流畅，不要粘连在一起。刚开始练习时，可以勾七弦轮七弦，勾六弦轮七弦，勾五弦轮七弦，勾四弦轮七弦，勾三弦轮七弦，勾二弦轮七弦，勾一弦轮七弦。
Thank you.